锦囊里零星的线索，挑战者们准备开始真正的队员收服战了。感觉很牵强，这个掌声。对，因为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点，心里都有点很多小剧场。大家心里都有底了。得到锦囊的每五个人，希望举手。我们俩是分享了。只有马苏不跟我分享，分享我跟你分享了，你都看到了。你知道马苏是撕掉吃到嘴里面啊，我拍过谍战戏的，他是。你就问我拍了多少年的谍战戏？你不是我分享的吧？我在那个送果汁的时候，我的果汁还被偷走。被谁偷的？应该就是一个很没品的坏人吧？是吗？不可能是我。哦，那肯定就是皇上了。现在给你们两组各自一共三分钟的时间，做一个真正的分享，说我们的小秘密，快来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讲太大声，因为他们会过来听。啊，那你几号？是几？那你是几？那你几号？十。他要么一，要么九。九。欧弟儿。哎。欧弟儿，你是几啊？你到底是几？啊？你到底是几？我跟他说了。九。我是一。你是几？我真的一。我也是想林的和这些动物，但是他看错了，他看成不是想林的，以后把那个吃了一半。我是二，那就说明他不是三，就是一，是吗？小子，确定？确定吗？那确定他是一，确定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三，一定是三。然后不是祥姑就是那个大力，高于祥姑七，那就是大力是五，大力五是五，高于祥姑七，欧弟是九，你记住了吗？妈，我骗他，我是一，但是他跟我不相离，所以他是六八十。一定是跟我一个人的，一定是跟我相邻的，跟你相邻的，你是七，我是六，他是六，我一个一脸茫然。没有没有，我知道了，我是知道的，所以现在整理出来是，现在整理出来了吗？到底有没有整理出来？已经度过了两分钟，好，接下来啊，问一下六规则。每位成员身后有三只气球，装有金色彩带的为身份球，银色彩带的为误导球。两队成员需凭借各自的神脑力推测出比自己小一个号码的对象是谁。如果想好了，可千万不要犹豫，扎破他的金色彩带气球便可以成功收服他为队员。不过要是选错对象或扎破误导球，那就等着被扣分吧。我们两队选择帮我谁，各自抽一个人，你把这个抽赢。我来了。这些脑子都是跟他电影吧，我怎么又跟你对上了，真是的。对，石头人呢？好，马苏哥胜，马苏是石头。耶耶，坐下，我们队谁先？我先好不好？好呀，加油加油，选对的。想不到你有今天，天才被一个傻瓜征服了。谁是傻瓜？就说你今天会爆，没想到爆到他的手里了。你今天水逆逆的太严重了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就凭感觉吧，你就凭感觉。我已经有我心目中的那个人了，肯定是正确的。因为他不知道扎谁呢。哦，不要乱扎。干嘛呀？用人家的球！哇！
不行，我们要扎赢一次，他都背两赢两次。别来！你要干什么？还要加助跑吗？难道扎个球而已？没必要吧，黄啊！没必要吧？没必要吧？没必要！我们都是赢天下的人。都是你的女人，哎，一个是为了你死的女人，你是为她什么？我是前妻，我是前妻，前妻。既然都是我的妻子，那拍个照吧。耶！Oh baby！ 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又扎错了。这个游戏什么情况？他们女生有没有金色的气球啊？我来了，噔噔噔噔噔，我已经拿出我的金箍棒。噔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有。我也看看啊。能看得出来吗？这完全看不出来。怎么这么黑呀？这个看不出来。这个气球怎么了？这回肯定不扎错了，我可以来了是吧？我明输三把，大力哥，所以大家扳回一城。大力摸了，大力摸了，导演，我差一点点，我没有，你回放我绝对没有。啊，我这不行，我不行。大力哥，别，大力哥，等，让我扎一个，让我扎一个，我随便扎一个。哎呦，别！别！全军覆没呀！今天女生比较强哎，看清楚，我们女生没扎错的啊，姐。你也别看了嘛，哎呀，你不让我们看，因为我自己能看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。哇哇！是我的吗？我爆了。自动跟依林配为一对了。我们男团他错了这个星球，所以小老师要在你现在的任务上的基础上再加一个。接下来是一个任务，在梦幻庄园有一位非常好色的女主人想要宴请大家，每一对啊都要为她挑选一个物品当作礼物。然后我们每一队拿上来抽一张，抽个好点的任务啊！